怎么样？对，只要抓到明月，我们就可以称霸武林了。恬不知耻，你们凭什么？你们是什么人？明月是我们天门要的人，谁也不能染指。你们是天门的人啊？我给你们三个选择：一，速速离开这里，一个时辰之内，通通在方圆十里之内消失；二，归顺天门，发誓效忠天门；三，死。哼，你们以为拿出天门两个字就可以吓唬我们？你们太天真了。我很尊敬英雄，可是英雄总是没什么好下场。怎么样，你们是想替他报仇呢，还是？我们走。你们不走，是想陪风林七怪一起死吗？我们长江十八寨早已准备归顺天门了，只是苦无机会。现在好了，大哥，请您在门主面前为我们美言几句，让我们替你做个跑腿的，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。好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是是是是。这个时候你还在喂小狗？那你告诉我能干嘛？想法子进学恶灵啊。我正在想。吃完了快去睡觉喽啊，要不然呢你的脚好不了的，知道吗？好了，走了。这只狗都跛了，快要死了，你还喂它干什么？莫名其妙。狗有的时候很有灵性，它虽然知道自己可能会死，但还努力挣扎，希望能活下去。有的时候畜生比人更胜一筹，更懂得珍惜生命。废话，你不同意吗？在我的眼里，只有成功与失败，没有珍惜生命与努力挣扎。不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工具，只有工具才没有感情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哼，我真搞不懂你，你总是奇奇怪怪的，你是太感情用事，还是别有企图？老实说，昨晚要不是你拖延时间，明月他们也不会逃过瘴气，躲进邪恶林去。你到底安的是什么心啊？你还记不记得门主的命令？这事儿，我一定会报告给门主。随便你，既然明月他们躲了过瘴气，我们也可以，只要配合适当的日子时辰，我们也可以杀进去。你有方法？我有两个打算。第一，等天门的大军到达；第二，大军未到之前，我们自己杀进去。等等，我有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刚才不是有很多人归顺我们吗？我们大可以迫他们按时辰入谷，让他们去试探瘴气的强弱。这倒是一个办法，不过会死很多人。为了完成我们的任务，死一千人又何妨呢？这不是天门做事一贯的方法吗？是吗？你什么时候这么珍惜人命了？刚才你在里面不是杀人杀得挺凶的吗？除此之外，你还有什么办法？姑姑，姑姑，你不是要带我们去什么飞鸽山庄的吗？没错啊，就这儿了。在哪里啊？喏。啊？这个烂屋子就是飞鸽山庄啊？不可以吗？
可是贝哥山庄名为山庄。你叫小鱼，你也没有腮啊。我可是我讲话的时候也常常哇哇哇像有腮一样啊。哎，喂喂喂，贝哥山庄的主人曾经是江湖上最有名的养鸽人，这楼内饲养了不少的飞鸽，可飞去少林、武当、峨眉跟华山。那这只就可以飞去华山。嗯嗯，那飞鸽老人呢？就是楼锅啊，他比较喜欢鸽子，不喜欢人。这是怪人呢。哎，每个人总有自个儿的故事嘛。我们别管那么多闲事了，快传书到华山吧。嗯。华山的人数天内必收到信息。那就太好了，要不然呢，在咸阳里闷死了。好了，走吧。哎，等等等等等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什么事啊？你先闭上眼睛。为什么？哎，你别问，闭上眼睛嘛。好了，可以睁开了。什么事啊？咦，哎，你从哪里拿来的？顺手牵羊啊。啊，你敢偷人家的？哎呀，这以防万一嘛，待会儿我们到另一边再放一只。哼，你找我就是做这种事啊？当然不是啊，哇，还偷了好几只呢。干嘛？待会儿你跟我烧来吃哦。你想我跟你狼狈为奸呢？哎呀，你说过你最拿手的菜是红烧乳鸽，今晚就有机会大显身手了。你休想。哼，哎，这样好了，你做红烧乳鸽，我去找女儿红。女儿红？我知道姑姑那里藏了几坛女儿红，是冰镇的哦。冰镇的？嗯，我从来都没喝过。哎，那就这么说定了啊。好，那你先让我看你的乳鸽放在什么地方。哎，不行不行，你不能看，你会把他们吓跑的。不要，我非要看。哎，不行，我不能让你看。我偏要看。姑奶奶不要啊。我不会，我就要看。不要啊。我偏要。你有本事就来抓我啊。哎，来啊，再喝一杯。来，干杯。林月来了来了。哎，你慢慢喝啊。快点回来啊。好，待会儿就回来。哎，快回来。怎么样，要喝酒吗？你陪我喝，我就喝。好，我陪你喝，看着啊。看你的了，来。不行了吧，你还是回家喝水吧。哎，来了来了。哎呀，怎么了？是不是要加韭菜啊？二哥，你跟他说啊，你能喝多少我就拿多少。我能喝多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哎呀，我以为明月是一个冷艳的绝世高手，原来是那么有趣，真奇怪呀。是不是让你太失望了？来，给你喝一杯，算是赔罪。好，来，干杯。干杯。来，我再敬你一杯。来来来来，嗯，干杯。来，干杯。来，我再敬你们二位啊，要尽兴啊。来，好，干杯。干杯，少喝一点。不要跟我说什么道理，少烦我。哎，来，我们继续。干嘛我们喝酒，干你什么事啊？来，哎，不要喝了。来，哎，你要带我去哪儿？跟我走就是了。哎，你干什么？哎呀，你还有心情玩啊？现在国外一大堆的敌人，一旦攻入，难免会一场血战。气氛这么沉重紧张，你这么轻松，是既不合情又不合理。不合情又怎么样？不合理又怎么样？重要的是我开心。我们又出不去，在这里什么事都不能做。整天神经兮兮也于事无补，还不如啊开开心心的过日子。我怎么样，我说的有道理吧？你放心，我会想尽办法医好你，让你恢复武功。你想怎么做是你的事，我想怎么做是我的事，我不要管你，你也不要管我，这样可以了吧？哎，小兰姐姐，我支持你。哎，小鱼，你帮我啊把长春这混蛋打晕。为什么？他要拿这么长的针扎我，好痛啊。啊，你哼。哎，我小鱼干嘛？我想请你帮个忙。是不是为了双双的事啊？哎，你怎么知道？哎，还有什么人能让你这么烦心的？他不肯吃饭，帮个忙吗？嗯，
为什么又是我啊？